游戏当中的 NPC 往往都担任不少相当重要的角色，不管呢是接取任务或者是帮助玩家通过难关。但是你有想过突然某一天 NPC 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会是怎样呢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许多电影的拍摄或是档期都备受影响，大片都纷纷延后，到底何时会上映根本遥遥无期。能够看到全线电影预告可以说是甘之如饴啦。现在以游戏当中的 NPC 为主角的动作喜剧电影脱稿玩家使出最新预告啦，由饰演死侍的知名影星 Ryan Reynolds 担纲演出。他将饰演一位平凡无奇的银行出纳员，但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开放世界电子游戏自由城市中的 NPC。 他开始独挑大梁，把这个世界带往正确的方向，但必须在开发人员关闭游戏之前胜出。电影预定在12月11日在美国上映，台湾尚未公开上映时间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期待喽。